可以分享一下。那我想问。然后完蛋了，我没有词可以讲了。上面有啊。OK OK 好。我要分享的呢，就是我要感谢我爸妈。没有啊，其实真的要感谢我爸妈，因为他，其实我大学读了五年，那其实因为我延毕嘛，那我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。不是很想读，因为我觉得，与其继续读自己不喜欢的科系，那不如直接去找工作。可是他们就是一直要求我说，要把学业修完。对，那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，因为，他们一直给我一直在我后面鼓励我啦。对，那，完了，有点想哭了。一直在我背后一直鼓励我支持我，对，谢谢大家。